我靠，你不觉得咱妈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吗？我也感觉好像有点生气，是吧？你是不是惹着了？我怀疑是你惹着的。你赶紧出去问一问。你去。算了吧，没事吧？今天小曲儿咋了？今天你下班加班了，晚了，我跟你说，小汽车人家跺了一脚。跺了一脚。跺了一脚。昨天我跟你爸出去溜达的时候啊，昨天那个走到那个大门个呀，那个一个女的有50多岁吧，带着个孩子，咱我就是牵着绳子冲他塞棉货的时候啊，他上去都照着小区那个肚子上踢了一脚，都把我气死了。我问他嘞，我说你为啥踢我们家的狗？他说嘞，你们家的狗咬着我家的孩子了怎么办？气了我呀！我说这个，你爸说嘞。你爸说他嘞，你咋真没素质？说他嘞，你有本事你照着人家发泄，他不嘞？你照着狗算啥本事？说他嘞，气的。那他又没碰他小孩，他为啥照咱肚子上踢一脚？他说咱的狗冲他身边过，他怕咬住他了。那又没咬着他，又没有扑他的动作，那就是从他后面过去嘛，是吧？没事啊，没踢疼嘛，他没叫吧？没。没事，媳妇儿。哎呀，真死我了，都怪你不知道。没事，妈妈。哎呀，没事。咋了这是？没啥没啥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他不是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你说我们要是跟他吵吧，这个语言又不通。再一个就是说，那个大门口这么多人看着，如果他没素质，如果我们要是跟他吵的话，也显出咱没素质不？再一个就是说，你们整天遛狗进来出去的，你要是跟人家吵，对你们影响也不好。没事没事。反正现在的小区就是有那种没素质的人嘛，就不喜欢狗嘛，就你说如果咱家要起要是扑他了，或者是就是说碰他了，就是说他踢一脚也算，这到肚子上猛踢一脚，我心疼的不得了。今天早晨我心疼的，我都是给他踢坏了吧，我又给他煮了鸡蛋，还给他喝的小米粥。没事，别哭了，妈妈，别哭了啊！我心疼的不得了，你不知道。哎，说这个事儿，你之前新闻上报道出来，北京一个大妈嘛，因为一个外地人啊，没给让座，就直接各种脏话连篇的。那个我也看那个，确实话我也看那个，我在抖音上看的，那个也是北京大妈是不？啊。哎呀，那个她又是这气。叹气了啊！你这容易让人误会啊！哦，你就说现在不想要不就得了？啊，你不是说咱俩不是之前说好了吗？五一回来的时候，
以后丈母娘但凡催生，我都把责任推给你。你这不是推卸责任，你是让我背黑锅。咋的了？你意思就是误会你不行呗？哦哦哦！下次注意。肯定还有下次。丈母娘看你眼神都变了啊！莫哥，你过来，咋的了？你自尊心受挫了啊？